じゃあ、蹴る。蹴る。チャージ。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午安。啊，今仔日啊，这个时段啊，是由我来大家介绍哈、啊。咱台湾啊，是一个海岛的国家，海洋对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流。啊，咱在这个环流内底啊，未来咱要安怎做？咱即马海洋的现象。现状是甚物款？啊，由我来甲大家介绍哈。啊，伫咱台湾，即马大家拢知影，你去海边，吼、哦，去海水浴场，啊，是讲去海边去看风景，啊，是讲啊，你去较南部，咱伫垦丁，啊，是讲伫亚利有某一个所在，你用去遐畅水。啊，上水时，你看到海底风景，啊，看到海边的风景。海对台湾人来讲，伫过去是一个危险的所在。伫国民党主政的这个管理台湾这段时间，因为伊为着惊咱逃走，惊咱知影外口的世界，所以海足严格管制。啊，用足侪理由讲去海边收水会去堵死，啊，所以你为着责任的问题，吼、哦，因为有人过身去，因为去收水过身去，哦，啊，甲这责任，伊惊讲政府要来负担，甲海边都封锁起来。啊，去海边嘛惊讲，哦，啊，大家当作贼安尼去海边，你就是要招输。啊，但是安尼管，招输照常招输。啊，海边结果，予伊管到台湾人唔知影海是啥物物件。台湾人敢对囝讲，袂使去海边佚佗，足惊去收水，拄啊袂得转来。所以咱台湾的教育对海来了解非常非常的少。海对咱来讲，海内底拢做危险。啊，敢是安尼？对一个海岛的国家，四边拢是海，要含外国人直接。唔是为天顶，就为海。海的资源对咱来讲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咱拢无啥了解。咱敢知影海内底有鱼啊？像即个季节，吼、哦，较进前有乌鱼，哇、哦，大家钓乌鱼，啊，摕乌鱼子来卖，大家赚足侪钱，足欢喜。海对咱的意义，唔那是安尼尔尔。啊，今仔日利用即个时间，歹势。用这个时间啊，给大家介绍咱海台湾的海有啥物物件啊。本来这是几下个课程其中一个，咱对海的了解啊、我先为生态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介绍啊。啊，陆续我会整理资料开始来讲咱海哦、有关资源的部分啊、哦，有关海内底文化的部分，有关海内底咱对海洋的一寡深入的了解的部分，哈、哦，啊，今仔日，我先为生态，因为这是我较专长的部分。我是伫1994年去英国留学，啊，去英国留学之前，我是伫台湾做助理，助理的工课就是爱去畅水，啊，去畅水去做什么研究呢？咱拢知影伫恒春啊，昆明有一个核电厂。啊，迄、那个核电厂啊，因为伫海边，是啥物去伫海边？因为核电厂电厂伫运作的时阵啊，有作烧的，爱抽水入来冷却。啊，所以你也去昆明，迄、那个核电厂边有一个出水口，有一条沟，迄条沟就是抽入来水烧，去冷却了，把这烧的水放出去。啊，放出去了。海底海水温度会加悬，加悬了伫开始迄个核电厂开始运作了后，伫迄个出水口正手边都有一个弯，啊，迄、那个弯啊，因为水封闭的关系，水流的关系，把迄个弯都烧水都加入去内底，啊，内底珊瑚怎啊
爬去，白化。啊，珊瑚白化对作者来讲是一个消息，是一个新闻，但对生态来讲，迄是一个足大足大的讯号，甲你讲即个环境有危险。啊，我特别去英国留学进前，我伫遐做三年研究，伫做助理，逐个月拢去呛水，去调查即马珊瑚的健康的状态。啊，出国了后继续做这款研究，所以我对海洋的生态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优先呢，咱为海洋这生态的角度来甲大家介绍。啊，要介绍进程，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我对海洋的四个概念吼。咱台湾未来海洋的管理有四个概念，我感觉真重要。第一，海都会是咱的。你看现在咱在世界各国国家和国家之间有划界线，你如果土地收集的时候一定起来这边是我们这国，那边是你这国，但是海无法度存在定起来来划，因为海水会关会低，会涨潮会退潮，有当时涨起来的时候这个所在没去，退潮这个所在浮起来你说到底这是什么的，没有那划没有为这个盖爽啊，咱到底所有权到哪里，这是一个海权很重要的部分啊，这款呢不是说我们说的就遵守，全世界为着海权要怎么划分，它有开很多盖会议，所以现在大家较有熟悉说200海里的经济 海域200海里里面，这是我用在自由里面里面的资源是算我的小塔的大家靠近在200海里以来绝对是烧塔的，咱的200海里烧塔要谈判，大家来处理这些海权的问题。所以对海洋，咱未来要在世界上能站起海洋里面一些和法律有关、权利有关的有关的部分，咱要有专家来了解和人谈判咱家有法度把咱的海权顾掉的，咱有了解才不会用骗你，咱有了解，较袂叫人凹完，吼凹完了去用拍，吼去用较强国讲，你这真正无要讲道理。海权的问题是第一个未来海洋爱注意的一个足重要的概念。第二就是生态的保育，生态保育这个概念是比较较新的概念。这生态保育是咱对于这个环境开始的变化了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的改变。那英俊都觉得说鱼要有死啦，还是说你鼻子，我这空气真歹鼻，有空气污染，说水变垃圾了你说这水有污染但是你让你鼻子有那个味，感觉不爽快，感觉人会破病，那种时候整个环境变化已经很严重了所以科学家在想说，咱敢有法度伫咱人已经感觉开始感觉无爽快进前，咱就有法度知影这个生态、这个环境改变有一个办法。因为这个生态内底有足侪生物伫遮咧活，这个生物伫遮咧活的时阵，有人对这个环境较敏感所以咱人爱袂感觉要破病，伊就翘起啊。生态保护唔是讲咱要看水，啊是讲这个物件足珍贵的甲保留起来，唔是这个问题尔。咱对生态保育是一个足重要，就是做咱人要活伫这个环境一个叫侦测的指标。这个生态内底讲活一百种的生物，一种无去，伊啥会无去？伊无会无缘无故无去，伊无去绝对有原因，伊原因啥？环境改变啊。而且环境改变，咱人也袂感觉讲，不安那遐无去，迄是因为你较无较敏感，有诶生物较敏感，已经感觉这环境无法度生存，伊才翘起、灭亡去，怎绝种去？所以生态保育毋是干那讲咱有遮个生物活伫遮，咱会用互人来遮看鱼啊、看鸟啊，真水，用趁钱，毋是遮简单诶问题尔。所以生态保育对每一个国家拢非常重要。对咱伫海洋以海洋为主的国家，搁较重要。咱拢记一个，就是讲澳洲，大家拢知影澳洲伊土地真宽，但伊人含咱差不多，伊是2000几万人，咱嘛2000几万人，但伊 GDP 偌济，伊国民生产毛额是6万几块美金，
咱个两万出头美金，啊，平平是人那大细汉差遮侪，人那较高趁钱，啊，那咱那厝人较侪，厝人三倍呢，迄种美金来算呢，啊，是差哩多。人澳洲因个海洋个概念第一条嘛，唯一一条就是欲生态保育，因个生态够条，啊，生态够条，趁啥物钱？趁观光个钱，所以因个 GDP 内底有70%是所谓迄个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啊，简单讲就是观光业，又是大堡礁，大家去遐讲哦，唱水，遐石斑比人较大只，伫遐饲鱼啊，哦，感觉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经验，大家要去遐经验，要这个经验，你就要开钱，开钱都要坐飞机去澳洲，啊，去坐船去大堡礁，啊，你要去啊，你不可能去当天来回嘛，爱伫遐住，爱伫遐食，爱伫遐消费，啊，伊用这款天然的资源来替世界大家服务，赚来钱啥，足清气的。伊也免用应当讲，底下不过大家平康乌乌，哦，啊，环境足清气的，啊，许自然的这生物拢活伫遮，予大家来欣赏。虽然伊用这赚足侪钱，但是伊阁深一步的诶影响，就是讲伊的生态，伊非常了解遮有啥物生物伫活，啊，无变化去，伊知伊环境无变化。所以生态保育不是为了经济的问题，是为了咱子子孙孙要伫这个土地活落，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啊，第三就是永续的发展。咱做些经济的发展的思考模式，就是讲要趁钱。趁钱当然是好，但是趁钱你即阵趁来了，你用趁偌久？你用趁几年？伫你即代趁了，后一代就没有去。啊，迄款就是唔是永续的经营。譬如讲石油啦，石油伫土卡底，伊的数量已经决定偌济啊。所以你用一趟，即地球就减一趟。你不过地球要把即石油个生产出来，我经过足济钱足济年，咱基本上等未到迄阵啊，咱石油都无够用。所以就用石油即款的能源，都唔是永续发展的能源。咱来看这个物件，有法度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拢未去加损失掉。啊，咱有法度伫使用的中间，用得到咱爱要爱的利益。这款就是永续的概念。但对咱的海洋的利用，用到有这款永续的概念，咱较有法度把物件留予咱的子孙，唔是讲咱这代，用咱后代都牵照起来。啊，过来，看要移民去倒，过来找一个岛，过来遐住。啊，岛拢互恁住了，地球拢互恁住了，佮移民外星球，啊，你是要走到倒去？无遐简单的代志，哈、哦。所以永续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海洋来讲，哈、哦。啊，第四个就是讲国际合作。那不管是对海权、对生态保育、对永续发展，咱国际上有足侪国家变较高，有足侪国家咱两个合作。咱嘛有足侪会用学习的所在，所以国际合作会用予咱台湾愈来愈进步。我常来讲，咱今仔日坐伫遮，拢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讲咱后摆台湾是咱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我都决定咱命运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咱唔通安尼尔尔，咱若有这个希望接受，假如啊，咱家己管家己就好，家己管家己就爽，就欢喜。咱记一个例啦，菲律宾，菲律宾今仔个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咱较好个啊，啊，即马来咱遮做飞佬，伊即变化是安怎来？伊有是一个外来政权甲统治、甲剥削、甲侮辱、甲凌辱吗？没有呢。菲律宾个今仔个变来是菲律宾家己人做得来呢，所以家己人统治家己人还无一定较好呢。所以咱要有这感觉，今仔个咱台湾要家己。变作咱台湾有法度管理一个国家，咱千万唔通感觉讲咱家己管理家己的国家就爽啊，就欢喜啊，就满足啊。咱爱把世界一流的国家提来做咱的标准，咱来用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要求咱台家己未来国家爱和世界一流的国家来比拼。啊，无安尼，坦白讲，爸母的。弄半步，大家辛苦来遮受训，咱伫遐讲法理，讲到尾啊，家己也讲管理家己，结果无一个国际思想，无一个世界观，敢想讲哦，咱外国台湾人有一个毛病，咱台湾有一个一句话叫“林白林白”，吧？
讲恁爸安那安那安那，啥讲恁爸？迄就一种夜郎自大的迄个想法，讲我上敖，因为我是恁老爸，我是恁老爸，我甲你讲的就对，你都要听我的，还是敢对？我做学生的时代，我都含我的指导教授足大的强棒，因为我指导教授讲，伊也辩论含我讲研究讲书我的时候，伊就甲我讲，是你是指导教授，我指导教授。我老师是阮学校的校长呢，大学的校长是大干那天呢。但是我迄阵想讲，咱这毋是讨论研究，都毋是讲你是啥物身份。你甲我讲你是指导教授，含这有啥关系？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啊，所以安尼到尾啊，我无法度阁继续读落去，因为我无法度伫一个人无爱含你讨论，用平等的方式含你讨论，诶，即款环境伫读册。我去英国了，我的主教教授和我的互动都像朋友安尼。伊有唔对，我讲伊嘛讲啊，安尼歹势，即我讲唔对。伊绝对袂甲我讲，是你指导教授，我指导教授，是你甲教我教。我从来唔捌听过伊讲即款话。所以台湾人，咱未来要家己统治家己，绝对唔通干那讲，恁爸有法度管家己就爽啊。人爱有一个国际观，有一个对世界有一个看法。咱台湾伫这世界后摆出去，那会讲讲哦，这国家会来人有水准，唔是讲哦，这残桥啊，这好桥啊，这钱啊怪怪，这个都啊三流的角色，伊敢有钱尔？即马中国人伫世界各国，敢若有钱，互人嘛看袂起呢？所以咱有这角度，咱未来爱走向国际。所以咱总理讲，咱来脱亚入欧。哦，伊讲这句话，讲到我心肝内底深深的感觉。咱绝对袂使伫讲亚洲四小龙，就只哦，尾啊尾水翘上天。亚洲四小龙是要创啥？咱来后摆伫国际上含欧美先进的国家平平起平坐，爱含因徛起，这才是咱台湾大家这么努力后摆有法度建立家己家园的一个足重要的目标，哈、哦。阿要为达到这六个概念啊，啊有六个工作的方向啊，吼，啊这是我家己伫思考咱后摆海洋要发展啊，六个工作的方向。啊，这含他都在讲的，有一寡啊是工作啊工作方面的思考的模式吼，咱也有专门伫研究法律的吼，啊对咱海洋诶安全的保护，咱有一套方式啊来处理。啊，对这个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利用，咱要有专门的部门来做研究和做管理哈。啊，海洋的产业，咱唔那渔业，咱未来啊，佫有足侪海内底资源要开采寻，即个产业啊，佫包括咱海边，咱要做油气，要做国家公园，要做海水海水浴场。还是要做创作的所在，这些产业各种各种的产业，咱要安那发展规范，咱要来做一个研究，要有这专门的部门来处理。啊，第五就是讲教育和文化，这是一个根本。但是和咱的囡仔自细汉都啊教伊去接近海，袂感觉讲哦海水用来拢足成自己嘴，爱不该吞的感觉。你教伊去海边佚佗，你感觉海是你的朋友，你就含伊。无距离，迄款讲要渡最渡的死啊吼，真困难。你看足侪迄个国小岛国家，迄囡仔自细汉就伫水底咧游来游去，咧游水含行路，对伊来讲是同款的代志。所以咱来有这款思想，开始为咱的海洋的教育，跟咱永存海洋，对咱台湾文化的发展，咱的过去甲未来，拢爱有规划、甲管理、甲研究啊。啊，第六点就是研究的部分。海洋这科学的研究，像咱即马做些，拢是因为受到啥做啥。咱台湾是一个资源国际上来比资源比较比较无遐强的所在，所以咱绝对袂使学美国讲哦，伊美国的海洋部管较多，管较低，管较低，管较南极、北极，所以地球管的有的所在拢管着，因为啥？海洋占咱地球70%的所在，啊，海洋哈大，所以影响气候足大，啊，所以海洋啥，哇，全部管了了啦，哦，啊，咱敢会全部爱来研究，不可能，所以未来海洋的研究，咱必须要找出咱台湾的特色，
用有限的资源投资在咱台湾有特色的研究内底。啊，所以这是四个概念跟六个工作的方向啊，是咱未来台湾海洋我家己感觉爱努力的所在。咱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这个海岛的国家为天空顶看落来的时阵，哦，你感觉人英俊讲台湾是福尔摩沙，无唔对，拢是啊青翠青翠。伫荷兰人、西班牙人来看台湾的时候，伊看到和咱即摆看到的无啥物差别。但是你若较近看的时阵，会变安那？较近的看，其实咱的山已经和以前的山无同款啦。足侪所在拢土石流，包括即摆花莲，安尼讲迄个苏花公路底下通袂过安尼啊，纵横安尼山应该和以前无同款啦。这个无同款是因为咱直接大，咱加利用了有问题，啊，利用了问题，牵涉到气候变化，啊，规个环境改变，足侪所在你足侪点都看到即款土石流问题，吼、哦，啊，是讲海口，咱位天顶看下，看袂到即款乌色的水，这是倒位？这是伫啊台南二仁溪。二仁溪是一个很有名的溪，因为咧培养全世界独一无二，叫做绿牡蛎。咱全世界迄落蚵仔拢是白色甲乌色的，吼、哦，乌色就是迄鳃的部分，白色就是迄腹肚内脏的部分。啊，全世界甲咱有饲出绿牡蛎，是安那？因为这内底进前二仁溪的上游做些电镀工厂，哎、啊，电镀的水了啊，倒落啊，倒落，倒落只，永存的水的色是那怎啊迄个色？啊，即摆可处理较好一点点啊，但是同款无法度有生物伫遮咧生存。咱台湾本来是一个福尔摩沙美丽宝岛，但是即摆已经足侪所在变安尼啊，啊，咱要安来改变？这个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因为咱人伫遮做无适当的使用，啊，因为无适当的使用会影响到天气。咱看起来讲是啊，那海洋和天气有关系。啊，咱因为咱的利用影响到天气来一个大风，落一下大雨，啊，咱所有常常拄到落雨，拢是五百年一届的大雨。啊，这五百年一届大雨愈来愈近，一年几啊摆，这大雨，咱的土地无法度承受这款的改变。啊，所以人甲天气、甲天然这两个力量加落，造成咱即马台湾的环境变安尼。咱台湾有啥物款的生态环境啊？第一，咱台湾虽然足小，但咱台湾的生态环境足复杂的。全世界找无几个国家像咱台湾这款的，为热带跟寒带拢有。啊，对，对了，海来讲，有热带珊瑚礁，嘛有像这款的，因为海水来淹起来湿地的所在。啊，这个所在你看插这一支。可以种啥？你饲物件，即唔是饲鹅啊，就你饲一寡海洋生物伫赚钱嘅吼。啊，无就伫海河口，河口对生态来讲是一个足重要所在，因为海本身足大嘅，所以营养分拢稀释去。啊，所以都做什么所在较有营养分，就是河口嘅所在，因为河口就为山冲落来，迄个营养分拢集聚伫遮，所以你伫河口嘅水拢足流嘅。做到有两个原因，就是讲山面顶冲落来物件拢伫遐浮，好、啊、看下水落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遐做营养，所以藻类做者藻类伫遐繁殖，所以水没有可能会清。啊，有藻类就是有迄叫做初级生产者，伊伫遐贡献食物，啊，所以遐就开始有细只鱼、细只虾，就成一个食物链。伫这个河口是咱足重要的。啊，台湾足重要的一个养殖的所在，啊，个咱渔业的所在，吼、哦。啊，第三就是岩礁，哈、哦，岩礁是伫北部啊较侪，哈，东北部较侪这款岩礁。岩礁是对海洋足重要的一个啊天然的防波堤，哈、哦。啊，面顶当然有因为这个固掉咧，和只毛足侪生物有法度伫这里活。啊，咱台湾虽然，哦。伫一个小岛，但是咱嘛有大洋的生态。大洋生态伫咱东北边、东边、花莲迄边，迄出去
无偌远，水深就足深足深。迄间入入去到太平洋的大洋生态，大洋生态就天上就啥，我看到即款大只的哺乳类，准鲸还是海豚。啊，所以咱伫台湾讲哦，你要去看大洋的鱼啊，然后遐哺乳类，咱免走足远，甲出外海伫东边花莲出海，也是讲伫苏澳出海，常常都有法度看到海豚伫海底咧跳。我迄阵去美国啊，去波士顿一个叫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的水族馆，啊，伊内底有一个套装的行程，就是讲你会用坐因的船去海啊，看迄、那个。迄、那个叫做 humpback whale， 叫座头鲸。我迄坐外远呢，迄坐到呢吼，行船行到边边角角，我都看到。但是咱台湾唔免，所以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咱的海洋的生态足多元呢。还有这款呢，我这图啊，这唔是伫咱台湾的，这是讲这个温泉生态其实我家己较好的。好，这个名是为着要介绍咱台湾有类似的这款生态系统。全世界这款温泉生态系统啊，拢只需要四五千公尺以下。四五千公尺以下，这个生态系统伊就唔是靠光来，或者生物来生存。咱陆地上的生物拢靠太阳、靠日头来，和咱的植物有法度光合作用，然后有法度做生产，而且照袂到日头，啊，向来生产。就靠这乌乌这，这是硫磺泉。硫磺泉内底硫磺流出来，好只细菌，只好只细菌做食物，细菌代替藻类直接做生产者。所以四五千公尺以诶海深诶深度内底有这款的所在，啊，伫咱台湾呢，咱台湾无这款，但是咱有这款。全世界。足少有即款的地理的环境，这是东北啊、哦，这孤山岛，孤山岛这白白是啥？遐温泉，嘿嘛是硫磺泉，哦，龟山岛，而且龟山岛啊吼，伊、哦、海底是安尼，咱看面顶白白所在，下骹看这是一路一路这些，这拢是温泉的喷水口，而且温泉是硫磺。啊，所以这边边这种硫磺，啊硫磺，哎、欸，啊他都讲，以四五千公尺以下，这个硫磺泉抓出来了，用细菌来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啊，咱这一道，这到二十公尺深尔，二十公尺深有这款的所在，啊，含迄四五千公尺敢同款，完全无同款，因为二十公尺日头阁照会到，你看这阁光光。啊，一只，这个物件在底下大，有这款的，这是咱台湾的特有种的一种鲸啊。啊，伫网络上啊，一直讲，这个我的朋友啊，伊做这研究啊，讲，伊讲你去讲的时阵啊，千万就要甲大家交代哈。网络上讲，这只讲煮袂死的鲸啊，千万要大家更正啊，这只煮的嘛是同款的死啊。啊，因为现在大家有这种讲法，因为伫这个所在出水口的温度只要100度。这喷出来是硫磺出来变成啥？变硫酸，所以这海水是酸的。这是阮朋友啊，郑明修老师是中央研究会研究员，伊研究这下等于拢互阮冒昧，因为等于臭光光，拢酸味。啊，伊讲你看伊面的所在，迄种硫酸嘛，吼、哦，我底下作假的，因为做迄个研究是拼命去做的。啊，研究了发现这只鲸啊，无啥物了不起。了不起伫倒，即只起码伫这边啊过生活，即、这个所在又个热又个酸，啊，我看个伊是要食啥？即、这个生态系统安那建立，伊研究出来原因了，发表伫全世界上界好杂志，伫咱台湾可能生物界伊第一个发表伫 Nature， 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杂志。啊，即、这个杂志发表时，伊的故事是啥？伊的故事讲，即个起码是安那有法度食活。伊的利基是倒，伊直接话伊想要趁食，因为这条讲，这个烟筒讲喷出来，又个酸又个烧，伊面顶孤山都是黑潮流过所在，黑潮带来足侪资源，啊足侪浮游生物，底下咱大家拢捌买过青的布拉无，啊未煮过布拉鱼，唔是去白白迄、那、哦、個，是透明的嘛吼，透明的，啊煮熟变哪啦？
白色的嘛吼，阿叫就是安尼，伊浮游生物细只鱼、细只迄落浮游生物一只喷起哩，落来拢白色的，是安那猪色的，所以只是食色的哦。哦，即个即马是真是食食的，时间到喷起来吃饭了。啊，喷来死了，那落水了，落水安尼一直落来，一直落来，伊直接同只捡。啊，所以你看伊即马脚吼，含一般的即马是无同款的，一般的即马是那加刀安尼对吧？吼、哦，伊这即马那骗子，老虎钳呐，伊是病啦，是啦，人家物件好个，加刀是啊，要相拍，共加好灯。高调上，伊这无要讲小家，伊这要怎要捡物件来吃，所以伊这脚吼，伊这脚说出来骗钱安尼，吼安尼，像咱中岛食饭，迄个百两块捡物件较好捡。啊，所以一只咱台湾有遮趣味的故事，会用写出来发表伫世界一流的国家、一流的杂志面顶，互全世界知影讲，哦，台湾有生物界内底有一款遮趣味的代志。其实咱台湾还阁足侪还未发现的，啊，所以啊、台湾啊、对这个生态来讲，我想要特别把这个温泉的生态提出来讲，因为这是咱有法度伫世界一流国家含人比拼的一个研究，一个咱台湾足特殊的环境，吼、哦。啊，当然珊瑚礁是另外一个，这是我的专门呐，哈、哦，这是我的专科啊。所以我一定要来讲哈，啊，但是唔是我的专科啦，咱台湾的珊瑚礁伫全世界来讲，珊瑚礁面积啊吼，足细啦。啊，珊瑚礁有啥物重要？是啊，珊瑚礁互人较重视，咱拢知影热带雨林对吧？啊，赤道遐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对地球的功能是啥？迄叫地球的气啦。哎，二氧化碳吼、哦，伫热带雨林中啊吸吸的，咱地球二氧化碳较有气路啦，较袂累积伫空气当中啦。啊，地加克热带雨林较有搞，伫海内底，珊瑚礁是海底热带雨林啦，伊的功能含迄个赤道热带雨林同款的，有法度加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吸收掉啦。因为你看这样，这有色的所在啊，你毛看这石头呢，有色的所在，迄是一种。单细胞的藻类，以后都进行光合作用诶。伊是住伫这个这几种珊瑚啦吼，这几种珊瑚住伫珊瑚细胞内底。哦，这是一个够复杂的研究，我可以跟英国就是做这個，啊，做这款研究，一个细胞活伫另外一个细胞内底，一个植物活伫一个动物的细胞内底，按因两个比较棒。吼、哦，这是足复杂的研究，足歹做的研究吼、哦。啊，伫这个。台湾是安怎讲？咱的珊瑚礁含世界讲起来是非常重要。简单讲，就是讲鲸类，咱有偌济种类。伫世界珊瑚礁的所在，足侪所在，它有赤道南北纬啊，吼，23度以内，拢有珊瑚礁。但是无大个所在存咱安遮侪种啦。夏威夷有珊瑚礁，但夏威夷大概是主要一种珊瑚。啊，伫关岛嘛有珊瑚。嘛是主要一两种珊瑚，但是咱台湾的珊瑚礁有偌济种，你知影无？几啊百种啦！啊，量阁足济哦，唔是讲哦，几啊百种，啊一种上济，啊其他拢一张两张，唔是安尼哦。伊足丰富，足复杂的。全世界有好多含咱比拼的都位大堡礁啦。所以全世界研究珊瑚上盖好的所在，其实一个是台湾，就是澳洲的大堡礁啦。啊，所以咱台湾。有这么好的天然的资源，有法度解决珊瑚礁用要去用灭绝，啊，咱要安怎处理？美国作者来咱这做研究呢？澳洲作者来咱这做研究呢？我实在一寡足有名的团队拢来台湾垦丁做研究呢，来台湾绿岛做研究呢，是安那？啊，伊伫美国，因的关岛，因有的所在，因伫迄个美国有珊瑚的所在，都无咱遐济啦。哦，无咱则丰富啦，啊，所以要解决珊瑚的问题，那、啊、全世界可能甲这两个国家有法度来做，哦，啊，这个珊瑚这复杂的这款构造啊，吼，好只足侪生物伫遮咧活啦。你看你海，你也去水族馆吼，比、哦、如讲你车前的海洋博物馆，啊，你看伫里面叫台湾水域馆，因为我进前伫遐住4个月。4个月了，就含关掉讲啊，安尼咱桥尾好再见啊、哦！啊，我伫遐住4个月，我知影其实全世界你去看水族馆拢同款，
啊，淡水的鱼啊，色拢较简单，啊，用大洋的跟鳕鱼啦，吼，色拢足简单，拢就银色的，哦，乌线啊是啥啦？有安尼灰巴尼鸟的里头，你要去看珊瑚礁区的迄、那个黑库的展示区，刚好就看灰巴尼鸟，种足侪种色，啊，水干那圣诞树迄款呢，组成爱伫珊瑚礁面顶，而且啊，因遐生物种类足侪。啊，现在有法度好，哈侪生物伫这個珊瑚礁内底咧活，伊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你看安尼坎坎坷坷，伊唔呐提供食物咯，伊佫提供予遐生细只鱼群，用鼻入去内底，遐大只鱼食袂着。啊，所以足侪所在，予遮细只鱼有通鼻鼻甲有法度家己自力更生的时，佮收出来。啊，所以你想想，这是一个足宝贵的所在。咱即摆讲鱼跃之前，这蛋人工鱼礁无？吼、哦，蛋肉粽骨啦，蛋船啦、啊，还是讲电火条啦，蛋在海底，目的是要啥？底下做一个礁，迄、那个礁的目的是啥？好，迄细只鱼有所在通避，啊，避个啊大只了，伊有法度底下生团。啊，所以珊瑚礁就是天然的啦。啊，所以在对咱台湾来讲非常重要。这全世界吼、哦，靠珊瑚礁赚钱的几个国家啊、哦，尤其是用靠海的国家吼、哦，啊，一年有几千亿的产值哦。啊！你看，这对咱台湾偌重要。啊，迄核电厂当年的噗一个，热天水烧滚滚，啊，珊瑚的白化，啊，白化了安那，大家用白化系，无完全系，但是呢，伊的种类愈来愈少，伊甲几个较冻会掉的老的，所以你正伫迄个核电厂去出水的正手边遐出哩，那珊瑚种类拢足少啊。哦，啊，人客，哎，即马游客愈来愈侪，遐珊瑚的环境啊。已经和全世界和大堡礁无法度比。外国专家来甲讲讲一点，讲恁这个珊瑚礁，昆甸这个珊瑚礁叫做衰败当中的珊瑚礁。伊讲吼，好的珊瑚礁、健康的珊瑚礁，绝对有大只石斑。啊，结果唱醉起，阮朋友带去食饭，去海山钓。哦，迄个是全世界有名，叫 Nancy Norton， 一个全世界有名的珊瑚专家。伊主要在伫迄个海山钓门口口。搞阮朋友，阮朋友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做甲定伫遐。伊讲我伊搬入去食，伊讲你遐拢伫倒，拢伫遮。恁珊瑚礁遐拢伫海山顶头顶。讲恁台湾，你保护珊瑚，保护即款嘞。所以朋友第二天要食饭，先探听讲迄间有卖珊瑚礁伊嘞，无唔敢去，不过每一届。啊，所以咱台湾未来咱来有一个结果，吼、哦，咱若要赚即款钱，咱爱。有足大的改变跟法度、哦、所以咱台湾有足侪种的啊生态有生态环境啊足丰富足多元的，咱来好好来个保护来个利用。啊，即马海洋有四个足大的危机啦，啊，这是全世界性的问题，因为世界海拢烧烫，你不讲这是恁岛噶有海烧烫，而这个概念，予咱啊。开始觉醒，咱袂使用目前这个方式来利用海洋啊。啊，四个问题就是鱼啊了伤济。第二个讲，伊本来是大个所在，你甲起厝，还是讲你计较讲啊？安尼，这个所在要来个用完好，你计较袂用用个，伊本来用大个所在，伊无法度大。第三个就污染，因为咱发展，咱人啊，工、咱的民生的废水、工业废水啊，啊，佮咱开垦土地哦，还有水土保持不好，放落遐土水的废水，然后对海洋有足大的伤害哦。啊，第四当然气候变迁，这气候变迁大家拢有责任哦，尤其是愈有钱的国家、愈发展的国家，伊负担责任愈重。所以伫京都迄阵要签一个叫做二氧化碳的限制排放的大家合约时，美国都反对，啊签了伊就足侪工业无法度做。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讲你袂使排遐济，咩啊算？算你工厂就知嘛。算你生产出来物件，伊就知影你这个物件安那生产过程会排偌济二氧化碳。比如讲你只收到水单，伊内底会讲哦，你用一度水，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偌济哦。你等下看你的水单，你就知。好、哦，啊，这样算得出来，啊，算出来了后会限制你的工业的发展、民生的利用。所以美国搞袂白签，签袂伊美国人，咱即个还没接受的是安尼。伊一切要法律行，伊只要甲伊签约，伊就甘必须要照合约行。所以咱今晚唔再要求伊讲，旧金砖合约是毋是签咩？是吼、哦，照合约行。所以美国唔敢签京都合议书，就是签袂，伊要照合约行。哦，
好，咱首先来讲鱼仔抓伤济，鱼仔抓伤济是因为咱真贤抓鱼。古早时代就一只船拖一个网仔咧拖，啊无两只船拖一个网仔咧拖。啊，即卖咧，哈，安尼拖下会起。啊，古早时代船长哦，爱有经验，伊看天气、看水色、看水面顶的迄个情形，啊，知影鱼仔伫倒。即卖免较有经验，拢有鱼探机，用机器去拍鱼仔伫外深，有偌济只，即网仔放落有价值无？因为拖爱用较济油，啊，你若拖起来吼，迄、哦、一了时间，你即条网仔放落都爱符合经济效益，网仔才会使放。啊，用阵拢靠船长的经验，即卖免，即卖鱼探机拍拍，就算出来讲啊，即拖要赚啊，无爱赚，还是讲来过来找。找较大点的鱼啊！啊，而且抓鱼的方法和永存无同款，这个大型围网啊，一个足大的范围，该扣起来、缩起来，鱼啊，扣，哦，啊，这个方式抓了，咱抓鱼怎样鱼伫倒？抓鱼的技术进步，鱼啊，互咱抓到要了呀！啊，啊，这是啊、比较的相片，1950年跟2012年。啊，咱抓到鱼啊！你看永存是安尼哦，这人这外国人哦，啊，差不多半身高，啊，即卖鱼拢是伫保利龙内底超大只呢，吼、哦。啊，佫怪，吼、哦，你来看，这是古早时代相片，吼、哦，这尾鲫鱼只有两人高，这尾鲫只有我们这少年变高，吼、哦。你看，这是船顶抓鱼啊，个高底鱼高个面顶，永存是安尼哦，安尼啥物种都有，啊，即卖是安尼，过一摆，所以。结论是啥？咱的鱼业安尼发展了过去，永存钓鱼拢大只，起码鱼业钓愈来愈细只。永存鱼业拢钓足侪种，起码足侪种拢无去嘛，走去台哈、啊。所以啊，对海游鱼业的利用，咱渐渐爱甲海游这个鱼啊啊当作食物这款概念爱渐渐改变。你讲来讲，哎、欸，咱中岛拍一只狮啊来做中岛灯，还是讲拍只？老虎来做中岛，还拍只枪，咱袂安尼想嘛？因为啥？哎呀，咱袂去食遐嘛？因为迄啥？迄是野生动物。啊，所以咱渐渐爱甲海洋生物、甲动物、野生动物的看待，迄毋是甲做咱食物尔尔。啊，但是咱嘛是爱食鱼啊，咱嘛爱些靠海洋来对生产蛋白质来源咩啦？啊，都要有另外配套措施，比如讲用熟、用诶、用饲诶，吼、哦。啊，用饲的，就饲一寡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咱就控制伊的量，控制伊的品质。啊，迄款的来利用，较袂甲咱天然的资源全咧掠了了吼。啊，佮另外一个概念讲，哦，这海内底鱼啊，吼，哦，有诶足恐怖的，像即只是啥？大白鲨，迄个鱼人，人讲伊在做功德，好、哦，你也无甲即只鱼啊掠起，毋知咬死偌济人哦。敢有影？咱对大白鲨的概念，拢是迄片电影，好像讲哦，即个那魔鬼咧，即有灵性，知影都有人要讲加。其实大白鲨伊毋是要食人诶呢，啊，所以咱个掠起来有迄个需要无？咱无个掠起来，伊真正去加死人吗？这两个无必然的关系呢。啊，所以因为掠起来啊，就掠着，啊，所以讲一个道理，讲啊，因为安尼做功德啊，无一只啥物冲浪比赛讲伫遐，啊，咱毋是去加着人咩啦？伊较袂去无缘无故走去遐人咬人啦，所以咱渐渐对这野生的动物爱有另外一种的概念来个对待。啊，像这个黑尾鲫啦，哈，黑尾鲫因为咱足称的间讲哦，安尼互东港今年要赚偌济，好，赚一年，赚两年，你即马黑尾鲫的钱，敢会阁存永存赚啊济钱，愈掠愈少呢？去遐讲要食一个乌托罗，啊！你要食无啥物乌托罗，敢食呢？因为啥呐？愈掠愈少。啊！你去讲好不好食别项嘛？啊！但是迄位就愈来愈少，会绝种去呢？你为着发展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果害迄位绝种，安尼敢有价值？等下赚迄几年的钱，阁怪即个迄位无去，安尼即款钱赚了敢有价值？那成本你拢无算着，后摆这个鱼也无去效果呢。所以未来，咱台湾政府执政了后，对一寡产业的概念，绝对毋是讲哦，一摊赚的啊吼，咱就要来浪讲迄款想法。咱有
较远的眼光，还有永续经营的概念来经验咱未来产业吼。啊，所以科学家讲，这2048年，咱也别管咱掠，咱要捕落啊，咱也无鱼通食。啊，这是算得出来哦，因为鱼要偌济，要过来剩偌济，这是用统计算得出来，真正这个时间点是算得出来哦。咱若无改变的时阵，即时间到真正是无鱼吼。啊，过来就是栖地啊吼，咱大个所在啊，这是有当时啊，唔嘛是工业的问题，佮包括财团的问题，这个所在大家拢知影，最近佮解决的。解决就是讲未歹的方向解决，台东的美丽湾，在阮一群科学家甲抗议、抗争、抗争了，阮输财团，因为这政府支持财团，伊无支持，咱想要保护这個土地，予伊有法度永久吼，遮尼啊水落。伊讲的一个理由讲，遮已经起啊，环保署讲上班啊啦，恁上班动作啊啦。已经青米煮熟饭啊，伊无法度回头，讲迄啥物笑话，吼、哦、啊！但是无法度正权落伫恁手头，咱只好互因安尼。这是阮朋友为海翕出来，翕美丽湾一张相片，只有咱台湾足特殊的珊瑚一只。所以我唔只只拼死拼活讲，你袂使只去去遮侪，只个几无个50公尺的距离呢。啊，所以你去你遮遮袂有问题，我大概多个后日坐。啊，就是安尼不累。咱无法度哦，咱今仔日政权也无换掉，无换咱用咱台湾人的长较长的眼光、较远的眼光来思考，咱台湾人安尼去，在台湾即刻钓无鱼，就钓白客啊！台湾趁无食，伊就一只钱款款走去背靠趁啊！啊，即个烂摊子，咱来一只承担呢？啊，这是另外一个例，就是讲桃园为着要保护海岸，啊，摕足一石咱只只地。安尼海岸甲袂叫冲去，但这是啥？这是台湾足稀奇的藻礁，一般藻类就是哦，直播啊死去烂掉就无去啊嘛。啊，唔是，伊这款藻类这直播死去了，因为伊会累积碳酸钙，啊死了也变骨头留伫遮，啊所以一层一层一层一直挖挖挖，啊伊就愈来愈悬，愈来愈悬。这全世界足少的藻礁的一个生态系统，啊为着惊人。无了解这個重要性，讲啊，安尼较紧啊，就咱地底遐个藻礁、藻类就翘起啊，因为无法度拍到日头就翘起啊，啊，这无法度解决啊，无、哦、法度解决。啊，当然工业咱大拢知影对海的影响足大吼、哦。啊，污染吼，咱想讲全世界海较大，哦，海水较深，水较济。都倒落，都拢无好看诶！哦，啊，三一一日本诶大地震，诶，福岛讲，哦，海水遐大，伊怎甲伊诶核废水怎么倒落，皇帝拢会稀释去嘛？敢真正安尼？伫我做学生诶时阵，在1970几年诶时阵，1980年诶时阵，啊，因为迄阵啊，大家啊个。迄落关注团伫研究啊，啊个伫进展诶当中，所以作者各国那个去试爆核子弹。试爆原子弹，啊，要去带崩，拢嘛走去南半球崩，南半球足侪岛啊，拢无人咧住诶，拢是群礁，啊，伫遐崩，想讲南半球咱人拢住伫倒，大部分人拢住伫北半球较侪，啊，南半球甲崩崩下边啊，到尾咩样呢？阮渐渐，我迄阵做学生做老师咧做研究，伊伫咱抓到鱼仔内底开始有发现到诶放射性的核种出来。因为原子弹用三密关条做，后摆伊放出来核废料，迄、那个污染诶核种都是确定诶，所以迄呾身份证诶，像放诶，像崩诶，完全知影。还算世界各国抓到鱼开始，尤其是愈大只鱼啊，用测到放射性元素啊，所以海无像咱想诶遐尼啊有度量哦。你想讲伊安尼弹落，凊彩甲弹，不要紧，伊拢无看，无看走去带。伫北半球，即大太平洋有两个粪扫堆呢。这两个粪扫堆形成，就是因为海流、海流。因为你想讲，你一个球面顶有水，迄、那个球咧震动，咱地球咧动。啊，面顶个地水，地球咧动个时，当然伊会对咧震动啊。
啊，对了，叮当就造成海流，啊，海流弄到边啦，弄到土地啊，东来蹬啊，所以只造成一个环流，只造成一个环流，这两个环流转北半球太平洋笨手弄个口里家呢，迄偌深，十公尺深，阿袂分解笨手堆，哦，阿袂分解笨手堆，你看下两大堆，哦，啊，这物件你讲啊，看袂到，看袂到，到尾会走你的腹肚底，你敢相信？伊透过食物链一层一层一层。你可不可以吃到鱼就会钓到好、哦、啊还有污染的威胁、就很多生物会没去、哦、很多生物会没去啊我们来说气候的变迁、哦、气候变迁外国人画一张漫画啦啊这就是现在我们的努力啦啊现在这压起来火就是全球气候已经变这样了啊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哪像这样大家你怀疑咱这个灭火器刚好都把这把火灭掉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温室效应温室是大家要控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对气体里面最重要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而且温室效应甲地球温度啊，哦，未永存冰河时期已经加了甲即马吼，加了只即马温度吼、哦。啊，即、这个事实啊，但温室效应本来地球诶，本来愈来愈烧，这是正常诶。但是愈来愈烧，伊迄条线是安尼，就进前哦，足侪年进前，伊温度加是加这速度，但是即马这是温室效应，它都让咱看到气体啦，二氧化碳啦、啊，一氧化碳这样。这是为家开始冲起来，为家开始冲起来，为家开始冲起来。这时阵是啥物时间点？就咱工业发展了后，开始用石油的时间点，才排出来温室效应的气体，就是为迄阵啊出来。啊，造成的结果是安那？这蓝色的所，这蓝色的线，就是讲，咱若无工业发展，伊地球的温度是安尼。你看蓝色的拢安尼，这是全球哦，拢变安尼。啊，红色个，红色个就真正咱即卖温度，所以你看，咱已经无正常去啊，全世界温度拢无正常去啊，拢加悬去啊。啊，这加悬，加悬是安怎加悬？因为这含海有啥物关系？咱若真正去测个温度啊，吼，伫陆上含空气温度，这是啊，为古早时代安尼个，个叫2000几年啦，吼。安尼温度其实陆地含空气温度加无偌悬呢。海水温度加较悬呢，啊，是安尼海水温度加较悬，因为海水啊，伊是一个比热哦悬的诶物质，就是讲你个增加一度足困难的，但是你一度个增加了，你要个一度降倒落来，嘛是同款真困难。啊，你是哦，个照日头，海水温度升起来，哎呀，日头落山，空气冷去，海水。无法度随随冷去哦，海水会慢慢降啊，所以地球温度一直加加悬，越加悬，伊累积的温度会愈来愈悬，所以真正去测的温度，你看，咱温度加悬是海水温度咧加悬的，海水温度加悬造成足济足济麻烦，譬如讲，咱讲渗阴现象，啊，这反渗阴现象，迄就是因为海水伊海流咧流。烧水流到遐，气候就对你改变。啊，阿麦讲南北极遐冰山，因为海水愈来愈烧，一定游去，因为咱海水愈来愈悬哦，愈来愈悬，较低所在就无去啊。啊，听讲啊，全部游了台湾村阿里山，而且吴伯雄都用去遐选新主席，你看村阿里山绝对倒伊的哈。啊，真正地球愈来愈烧嘛？你讲啊，迄温度。迄数字看袂到，有一个物件你绝对看会到。啊，这就一个科学家讲，啊，你真正唔相信，我摕这予你看，讲内衫，这是恁阿祖的内衫。啊，这含天气有关呢，因阵较寒嘛，所以内衫做大领嘛。啊，这唔是为着爱水愈穿愈细领，是因为愈来愈热了。啊，所以啊，这是咧科学家讲好、哦、这。用数字予你看，你看无？拢感觉变阿么钱？我摕这予你看，你用能看有吧？哈！啊，
二氧化碳愈来愈多造成的效果，唔那是讲温室效应尔，伊二氧化碳啊，因为伫咧水内底会变酸诶，会变碳酸。咱海水是咸碱性诶，伊的 pH 只要8.几，啊，所以8.几，伊降落到7.几的时阵，已经对海水来讲是变酸诶。伊变酸了，内底足侪靠钙离子，包括鱼仔骨头，即珊瑚礁骨头拢爱钙。这钙的无法度平衡，这规个生态系崩盘去呢。因为二氧化碳，因为海水变酸，免变甲从草下酸啦。含咱水淡水同款的酸酸碱的时阵，就翘起啊啦。正作些所在，海水拢7.几、7.几啊，无正常大海啊吼，外洋拢8.3、8.4哈。所以海水酸化哈，会造成最后生物的死亡哈。啊，这就是讲二氧化碳排放，咱也无个控制，起码是安尼。你看海内底，啊，个足水的鱼啊，珊瑚礁一只，吼、哦，过2050年，咱也无个控制啦。照起码速度，2050年的海就变安尼，温度加两度，讲海水温度加两度，原来这所在就变安尼啊。你讲啊，这怎会带来？因为珊瑚礁的生态系统变作藻类生态系统。大型藻类生态系统，哦，你阁不会插的，阁继续变低三度时，为了害那死亡的计算啊，是死亡的无生命的所在啊。啊，所以珊瑚礁的消息对全世界来讲，唔呐台湾，对全世界来讲会发生足大的问题啊。咱的粮食，咱的气候调节的迄个功能，以及是海内底热带雨林嘛，吼。啊，所以这样，哦，气候破坏去，其实咱对咱人的人类文明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啊，所以这四点，吼、哦，咱台湾赶快面对这个破坏，吼、哦。啊，所以这个破坏结果就是咱的生物的多样性。咱头先讲一个生物的翘起，代表这环境的改变，翘愈侪，改变了愈严重。啊，所以啊、结果就是慢慢造成咱足济啊无法度啊挽回的效果出来哈。啊，接着有一个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是一个新的概念。因阵咱看水有污染，就讲啊鱼仔死去啊，有鱼仔死去，还是讲水臭去啊。但是看鱼仔佮正常，水嘛正常，啊佮有生物伫遮大。但你做生物调查时，这就是一句一概有人发现讲迄、那个。螺啦吼，一种淡水的螺，啊，迄螺啊吼，啊那拢讲的啦，啊你讲一个生物讲讲的都未生啊，啊讲的不会开始生啊，专门讲的，佮过来这个生物就直接无去啊，因为伊无多生后代，伊讲讲的，啊伊是安那来？因为咱有足侪工业内底化学这个化品，诶污染，伊是含荷尔蒙同款的诶结构，啊对生物的影响是同款的。所以弄个变形，变成人讲诶，而且生物就会灭绝哦。哦，所以是荷尔蒙，这是一个足重要诶。哦，咱爱小心诶物件。啊，这样就讲，咱台湾真正伫现主时，目睭金金看有咱诶生物伫咱台湾无去，这个是啥？好，老一辈就知影这好咧创啥？好，你看看伊形。我细汉诶时阵，我也惊着。我母啊，就去讲好遐饭咧，吼，去搞我三文七皮搞我找转来，这就是好啦，哈。啊，就用做瓢子啦，哈，做卡啦。啊，古早因为做竹钉，啊，这个物件本来是咱台湾这蓝色的这条线，吼，拢有好。啊，这点是在布地。2008年，这是阮朋友做的研究，讲2008年了后，伊卡拉找个死都找无，好，伫2008年。正式伫台湾宣布绝迹，无去啊，无半只。台湾村有好所在，甲村配合，啊，甲村配合这个所在。所以生物伫你灭绝，伫你咱目睭前发生的，这是2008年。我们朋友做这个研究，当年也拢去采做调查，啊，调查到2008年才结束，讲再见。这个研究结束，因为啥？无好他的啊，无半只。因为咱西海岸的沙，所以沙海沙会用火车来好，为海底起来只生，是细只好，这就细只好。啊，细只好爱一只，掠物件，食到较大只，到落去
大海内底。啊，遮个所在本来伊爱有乌乌的沙，迄款乌的沙拢变成咱的西海岸做一种村安尼，伊就无法度伫遮生出来，细只猴嘛袂活。啊，伊怎各国都无爱来遮生啊？所以咱台湾正式伫2008年宣布猴伫台湾绝种，吼、哦。啊，所以这声亮起来的代表讲咱时间到。好、哦、啊，今仔日啊，无就讲到这哈、哦，多谢各位啊，多谢。Jack Phillip， 各位行车者，我要先宣布一下事情。各位学员哈、哦，等一下，因为